老婆，老婆 ，video， 你这干什么？啊 ？video， 你这干什么？你很性感，刚刚你很性感，啊，回来了吗，兄弟们啊？这门手不好使，我气死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茶里边好几遍都是。那我老婆现在找衣服呢，但是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一个酒店啊。这边没有什么特别豪华三六九等的这种区分的。老婆，干什么去了？哦，哎呦，现在是着急，着急走，着急走，着急走。啊，老婆磨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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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七点的船，哎我的天哪，七点半的船，现在是六点了，快六点了，还得吃，还得啥，还得早点。咔咔咔咔咔，赶快收拾，赶快收拾！哎呦，这不知道咋整了。老婆在这还扎辫子呢，磨叽磨叽。然后我这卡还放屋了，落屋了。这一天天的，啊，哎呦！不要这个了，走了。不要，你先吃。还要刷牙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走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他跟我鸡头双眼的，还这一天哪，现在只有几分钟的吃的时间了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看吃的都什么，快点给你们录个视频。哇，着急呀，我的妈呀，气死我了，磨叽纷纷，磨叽死了，你都不知道有多磨叽，全家人都在等他一个人呢，哎呀，全家人都在等他一个，我气得我他妈的咣咣敲墙都。红薯，这些吃的，菲菲的那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些麻草，还有一些西式的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喝的在哪里？喝的没看着。喝在这边，喝在这边。这些水果牛奶啊，我们现在打车快马加鞭，哎呀往过赶，幸好今天不堵车，堵车就完蛋了，哎呀一会儿到码头了，准备登船了啊，出发了，等了一个小时，他拎着一堆大草莓，这玩啥呢，不知道，上船准备。什么岛？宝宝。Hello。什么？早上给他慢了，魔怔。坐这个小船，啊，很小的。终于下船了，我去了。这坐了两个小时，哎呀，下船了，看看有我们的行李箱吗？没有，到这个岛上了，看看这水。往哪走啊？咱们现在我们是到这里是11点，12点吃午饭，然后2点才能办理入住，所以行李。放到前台了，我们自己出来走一走。这个，看这水，哎，还可以啊。继续往那边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围绕着一个岛走。这个岛很小，不大。万岛之国，看看对面一个岛，嗯，对面一个岛，一个岛，一个岛，全是岛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全是岛。这里的景色很美的啊。这个沙滩是很不错的，很漂亮的，蚊子很多很多，蚊子太多的蚊子了，拿着，我是拿着这个蚊子药水，不管事儿，这东西不管事儿，对它蚊子来说，
看着景色很咬啊，全大包咬的，多买几瓶蚊子水好了。下去了啊，他想划这个摘啥去，想划这个这个秋千，哎呀不可以了，那别回来吧，回来吧，等下午我们穿游泳衣再啥吧，那下午我们穿游泳衣再去吧，这边还带个秋千，看到没？这边比较美。从头找到尾啊，这一圈我花了是连玩带啥，40分钟就走着这一圈，连玩的拍照，然后还有20分钟就吃饭了，现在11:40，然后2点还办理入住呢。我妈他们都拍一些树啊、房子，不拍海。你看你发那朋友圈，发房子，发树，你拍张海不行吗？连海一起拍了。服了。我妈。拍着带。现在准备出发潜水去了。按上我这小相机。出发走。等一下。走，飞。傻。走，出发。下来了，哦，看了没？这是真的是很美的，转圈全是岛，一个岛，万岛之国，为什么这叫千岛呢？统称叫千岛，就是雅加达的周边，沿着首都的周边就有几千个岛啊，整个印度尼西亚18000个岛屿。小飞飞来到一个岛，小豆小小豆旗儿，胖不胖？你觉得胖不胖？小哪吒头，哎嘿嘿嘿嘿，来，云林，能下水？叔叔说我可以下，可以下，那你下吧。哎妈呀，哎妈呀，不能还有你烫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帮你叫攀。不拿那个了。不拿那个了。交喷，
现在这个沙滩上走一走，看这沙滩这边会更美一些。看看，看。走吧，再拿了一个。啊，走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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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了，黑了，老婆。黑很多了。黑很。那个人。看这个，哇，这里漂亮很多啊！这背景好看吗？哎呀，看着没，这景色绝对是最美的景色，再加上飞飞的。我们在印度尼西亚，和我的家人们、老婆孩儿、父母，在这里一个岛上玩。完了，回不去了，涨潮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开着船，继续下一个浮潜的地点。这个海边也不错，这也是一个岛。这上好像是有人家吧？这岛不大，这小圈。这个有一个那个那啥，这个。它这个就是标记浮潜的好地方，标记出来的，然后大家可以来玩啊。很多很多岛，那边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岛。我飞飞在这儿啊。这我妈看这个照片呢，在这里一天拍的照片，这看呢，看看的自己，那他们就乐一下，看看的。拍了一天的照片，爸爸也在拍视频呢，哈哈的，看看，帮我妈拍照呢，哎呀，露出来了喜悦的笑容，我也是完成了我这个旅行的目的，旅行的任务。他们也是在老家农村乡，不是乡下吧，就是属于郊区吧，也挺冷的，东北嘛，所以这次出来了也是没说的了，挺好了，也没坐过飞机，也没出来旅过游，哎，懒得走，总守他那一亩三分地儿，家里养着花，放下不下那的花，呵呵。看不见了，我跑步看不清。
里。